咯嚇。安尼好多少？过上五数，安尼三数，安尼二数，安尼一数。你袂忝吗？没，为着你我拢袂忝。看看看看啊！哦，这里啊！快搬，快搬，快搬！辛苦啊！你小心靠。哎，轻松，轻松。文香。啊，等几分钟过来请来吼，我得有钱人啊吼，黄老板啊，感谢你斗三工。袂啦，是讲你啊，赶紧甲过去啊员工找倒转来，我最近工作继续用落去，知影无？嗯，多谢你。庆堂，你今仔是大姨做呢，专门替人解决疑难杂症。信达，你真正是我英雄呢，专门陪人解决疑难杂症。嗯，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只有伤心人才有。清楚啊！听讲恁银行王老板已经顺利出来，真好。你们若叫小好有效，兼真有才情，咱照聘照聘。恁欠的汇款，我一定会尽力处理。多谢科长。我叫这三个去跟你斗三工，应告斗出来。头，当然嘛有，你是拼到大来光色来光嘞，吼。系啊，我两家小蜜蜂嘞，安尼话年轻啊嘞。嗡嗡嗡嗡嗡嗡，大家一起去做工。嗡嗡嗡嗡。靠，你是有能力是唔啦嘞？哦。有啦，科长，您就甲斗出来嘞，啊，无遐尼啊侪话，要安怎赶出来？三位，坐下。科长，歹势，啊，我有重要代志，我先来走。一句话，你对我温情，我永远记在心内。莫遐客气，此后较常往来嘞。刘信达，咱一定会搁见面。杨俊，你到底跟这个杜伟伟有什么关系啊？无啊？爸妈，我会当救全，我跟杜伟伟完全无任何的关系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那安尼是安怎？这尔拄好，你去那边讲生理，杜伟伟嘛住伫迄间饭店。我要哪会知你对我问伊啊？我唔是有讲过，我无去间饭店，我甲伊经理另外阁约时间啊。嗯，我唔相信，哪有可能这尔拄好？讲到袂输哦，全台湾只有一间饭店，你嘛去，啊杜伟伟嘛去，啊唔着好巧好有缘。我知影之前我捌做唔着代志，所以即摆恁大家拢唔相信我，所以唔管我讲啥，你嘛听袂落。啊唔过。我无做诶代志，恁硬要叫我承认，白白无要甲你甲往，安尼我就无辜呢。无辜？你讲你无辜？无辜这两字你讲会出嘴哦？这两字哦，为你嘴讲出来，这两字真正叫做无辜。美琪，听恁姐夫解释啦，你莫在边仔咧叽叽插插啦。你看啦，啊，你家己想我安怎？我的想法无重要啦，重要是你家己的想法啦。我嘛唔知影，要唔过
永俊应该袂骗我。老婆，不是我应该袂骗你，是我绝对袂骗你。卡叔讲我甲杜伟伟阁有任何交差，迄天哪有可能当大家面头前我对动脚动手阁甲豁出去？刚才讲这杜伟伟哦，伊嘛真讨厌我啦。卡叔讲，若真正要陷害我哦，伊凊彩讲一句讲，伊甲我阁有咧来往，我毋是跳落去淡水河拢洗袂清。不过伊并无安尼做。对哦，啊为虾米啊？杜伟伟这尔敢巧着，哪会无想到这招啊？反正哦，伊继续讨厌你，恁做伙骗我，甲阮争笑着无？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我这尔讨厌伊，看到伊我就倒单，伊嘛无想要跟我交差啊！你卖傻了没有？哼，永俊，我甲恁爸爸吼，拢一直甲伊当作是亲生后生来看待，啊，你对厝内底付出，我拢看在眼内啦。你若无做唔对代志，我绝对袂冤枉你。啊，不过吼，你若是一错再错，我甲恁爸爸是袂结点点。妈妈讲的话，你听有啦吼？你确定你听有？听无无要紧啦，我今日是小叮当，我是翻译举弱哦，我会当解释给你听。妈意思是讲哦，你若是搁偷食，你就一无所有。爸妈，对不？爸妈，我愿意相信永俊，这边的代志哦，应该是较合啦。既然永俊伊拢甲我解释啊，我也愿意接受。阿婆，多谢你相信我，我绝对袂辜负你对我信任。你都要有影才通讲，唔通安尼凊彩讲讲的。啊，我知。爸妈，我甲客户还够有，我先来。好了，你先去无用。等你较细只。李冠，你对这件代志？敢拢无去怀疑？是啊，拢有超音波照片诶，你搁家己骗家己哦。我嘛毋知影，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？也毋过，杜伟伟甲我咧问话话，伊是毋是要甲永俊诶囡仔摕掉？这件代志，我得要查清楚。啊，若是永俊，我愿意相信伊。阿婆互相信任是真好啦。但是你有讲哦，万一若毋是参照你所想的安尼，你要安怎？你家己爱好好去面对，无法度逃避，逃避嘛袂当解决问题啊。恁爸爸讲了真对哦，恁若是要继续安尼鸵鸟心态哦，这代志是愈来愈复杂。爸妈，这恁放心啦，我袂虾米问题。啊，若是杜伟伟巴肚内底囡仔到底是不是永俊的，这点我一定查清楚。无论到最后代志真相是安怎，我拢会坚强去面对。我先来走。小蛋跳过，我阿妹去选我，选我，我拜托你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我还带你去查清楚，好不好？我是你的千里眼，还佫顺从你啊。好啦，多谢你，算你一份，行啦。阿妈，我来走。爸，快穿衣服上面好啊。是啊。好好好，多谢哦。拜拜。尤大爷你好。嗨。大姐莫。我找恁兜电话，我家己入来。啊，你老爷拢来啊？英凯到底有转来无？电话拢卡袂通啊！我无看人咧，啊是啥物事情啊？啊，煞毋知影。英凯甲做伙去看子欣，啊，转来就甲半路的哦，捡一件穿乌衫的物件，囡仔甲阮攻击的。啊，英凯为着要保护我，甲讲你紧走紧走阿伯，你紧去报警察。啊，过来我阵啊电话袂着伊啊。
啊，哪呢啦？根本是应该在外面做生意，跟人叫完想哈。我的想哦，应该是江大通。江大通哦，叫伊手下一个叫胡明，啊，再佫叫一挂人嘛，囡仔来甲咱查。胡明，咦，这个名啊，实在实在，啊，这么凶猛啊，记袂起来。哎，要安怎啦？应该都无跟咱联络，会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哈。啊，真歹势啦。应该为了阮子欣，煞失去联络。我咧想，即个人一定是吼要来抢应该抢六条迄个证据，才半路来甲阮查啦。哦，即摆迄拢无重要，重要是紧找着人，较要紧，分头去找。啊，好好好。志乐啊，应该为了阮子欣吼，我感觉真歹势。啊，你这死老狗啊，即阵讲要创啊，紧找人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哎呦，要安怎啦？恁是要倒去找啦，哈？我先打电话信达才讲啦。好啦。秘书小姐，这张超音波相片，敢那麻烦你替我查一下，敢是恁诊所拍出来的？还阁有啦，相片的主人敢是杜伟伟？这超音波的相片是病人的隐私，为什么恁有嘞？阿哥，顶边啊，你叫阮诊所调病历，杜伟伟阁讲要到阮诊所呢。你莫阁害我呐啦！歹势啦，护士小姐，是安尼啦。进行杜伟伟小姐来做人工流产手术，是阮陪伊来的。啊，不过最近阮阁发现这张相片，所以阮咧想讲，是毋是人工流产手术无完成？敢袂当麻烦你替阮查一下？真是的啦，这是病人的隐私，我无法度甲你斗三工啦。不要紧，你若不肯跟阮讲，阮嘛有阮的做法。卡说，互阮查出来。迄个时阵，恁替杜伟伟开的遗产证明是伪造的。那恁时间，咱就交予伊。啊，是。啊，无阮内部吼，搁查一下啦。啊，再甲恁联络好无？啊，再问一下，需要多久才会当知影答案？啊，我麻烦恁吼。甲恁两个电话写给我啦，啊，调查的结果若是出来，我就马上甲恁通知。麻烦你，多谢哈。那个护士小姐愿意替咱调查，要唔过较水，那是一礼拜以后才跟我联络。我一礼拜拢免困啊，逐天想这件代志，是到头壳拢在疼。哦，跳过，你唔免烦恼，你唔是决定要积极面对啊？无安尼啦，马上去找杜伟伟啊，甲伊问清楚，看会当找到什么新的证据无？杜伟伟进前住的所在吼，已经退租啊。还阁有啦，我靠伊嘛，啊接唔接的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联络伊。哈？退租？那爸，咱会当去找你查囡问清楚啊？是安怎有这张超音波照片？我有强烈直觉，恁大家甲杜伟伟一定有问题。若无是安怎因家有婴儿杂志？伊拢遮尔啊老啊，吃到这个岁数，是安怎要学安怎照顾宝宝啊？搁再讲，家用具嘛不是捡倒转来啊，所以我跟你相诉，因两个人一定有问题。好，就照你讲的，咱去找阮大家吼，问个清楚，兼讲给咱拜托你，你对阮大家讲话时阵吼，态度要放较软的，唔通安尼气爷爷。我们大家哦，袂堪要人安尼对讲话啦。OK。哇哟，那一个杜伟伟，真正有够搞背，背背这样子，真的奇笑啊！当初就问孙，叫我你放弃，把你挂物件，你真可爱的，我来讲。阿姆，我背着，我背着，我背着这个啊。啊？哦，这个是什么？
上红富丽这吹风机，我尔好用的呢。听讲，迄头毛洗完了，用这吹拢袂拍架，洗到残水去外口了，洗赶快洗。好好洗哦，别让给我摔着哈。啊！搁差一项啦，袜仔啦。阮朋友讲哦，穿迄种袜仔，脚才袂静脉曲张。行，你陪我去化妆店买吼。行行。哎呀，有个白菜做啊！阿玲大家人生地不熟的，鞋当穿去倒位啊？我要哪会知？啊，我看哦，后边你来的时阵哦，才打电话给伊啦。进来啊！啊！哎！阿姆，阿姆是要去药妆店，你来这创啥啊？你管家个白忙个来无？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是绝对不让伊看到我跟你做伙哦，啊，无我就派解水的。嗯，那你今晚是要安怎？小贵，无你打电话给恁大家啊，问伊伫咧倒位。好啊，无我紧靠阮大家，因为我嘛想要知影杜伟伟即马到底甲伊有啥物关系。嗯。啊 ，Hello， 最近过得袂歹嘛？做 SPA、逛街、shopping， 啊，这是啥？高级吹风。哎，天哇！哎呦，啊，这物件买来是偷的啊？啥物偷的啊？你嘛袂乱讲话哦。这物件哦，都是我男朋友妈妈买给我的。哎呦！男朋友伊妈妈哦，啊，伫倒位啊？我哪会无看到？是不是伫你顶一间食片所在，天天付钱刷卡呀？伊人伫迄度，拢甲你无关系啦。廖敏琪，你敢会关心看哈？啥呐？我今日计想去 shopping， 来，我袂讲话。好啊，敏琪，敏琪，卖插伊啦，咱去要找阮妈。你靠你大家啦！这声，这声敢那是阮大家手边声呢？台通啊，恁出手人！大家紧走！这件代志绝对是有人跳过陷害要设计阮。你若无想要体验一下垂直逃生装置的方法，你即马跟阿公赵英台先讲。到底是哪门出来在引导这些事？你有啥物证据会当证明血柜内底毒品不是你的？你规气卡杀你，开一条件给我，我会答应你的。囡仔，你爸爸到底是咩人？是我男朋友的啊。杜小姐，你摕10万块，拜托这位护士小姐，叫伊替你伪造一份引查报告，我讲干。我无，钱拜托我的。安尼啊，恁公司五十趴，但是你我都接受。安尼我们来求神拜佛想办法，有资金，你个安全过关。啊，本是只有依法判刑。时代。
情路，行过这才滋味，咸酸苦涩也有甜。万事拢操劳，闪避袂开，只求平安的顺时。一杯苦，苦苦地饮落去，来感受过后的滋味。爱有坚定的意志，才会像芳蜜遐尼甜。回头看人生有甘味。